造瓷，手需泥土陶炼，油在精纯。锦德镇的瓷器之所以闻名天下，不仅是因为瓷土神奇，技艺高超，还在于它得天独厚的昌江水质。其水借山势落差，带动水对粉碎瓷石。人们沿河制窑，聚窑成市，历经千年而不衰。从唐代开始，中国的瓷器在昌江水道装船起运，进入鄱阳湖，行于九域，诗集外洋，形成一条水上陶瓷之路。长江给了这个景德镇的出去的一个最重要的通道，它通向世界，让世界知道瓷器是通过长江这条水路出去的。其实文化和手艺都是通过这条河，通过这条江去和世界对话。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布着中国最大的淡水湖群，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巢湖，它们具有调蓄洪水、净化水质、维持生态平衡的神奇功能，如同长江之肾，与长江连为一体，构成地理上著名的江湖关系。湖泊实际上跟长江的主干流实际上是有个之前是有个天然的一个联系，我们的江湖是一个一体的一个系统。自然的演化是一个非常和谐的过程，当这种和谐呢是也是经历了千百年甚至万年尺度所演化过来的，它自然是这样。这些淡水湖水系发达，河网密布，百舸争流，自古以来就是如诗如画的鱼米之乡。湖口县地处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这里曾生活着几千个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家庭，他们的生活随时代的变迁几多沉浮。6月20日是2019年鄱阳湖开湖的日子，渔民叶中根的收成还不错，但对他来说或许是最后一个捕鱼季了。从2020年起，江西省要在长江江西段和鄱阳湖实现全面禁捕，鄱阳湖的捕捞业即将成为历史。而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当地的渔民纷纷退捕上岸。其实从前年开始，叶师傅就已经和打鱼的兄弟合伙投了200多万，做起了趸船定位的生意。我溜多了，溜多溜长远慢着落下去了，慢慢的来，好慢慢的溜，放一点手三的手。第一个起码一条要懂船的性质，是吧？要懂，这个是首先一个具备的条件。再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是兄弟们在一块做事，那要互相配合，要配合的默契。趸船定位其实就是起锚抛锚，船只越大锚越重，这是一种有一定安全风险的工作。因为生意刚刚开始起步，业务量不多，和过去打鱼相比，他们的收入一时少了不少。也是体力活，说穿就体力活，并搞鱼还累。搞鱼是拉渔网，现在是跟别人起锚抛锚，你要拉锚链。一开始叶师傅对国家的禁渔政策不是很理解，然而鄱阳湖生态环境的恶化让叶师傅心里很不是滋味。4、5月份
正是鱼进湖繁殖的时候。嗯，你假如说我们在这里下渔网东西把鱼拦住了，那么对鱼的繁殖就直接有很大的影响。说这是进湖是有必要的，特别是湖口这个三江口这里进湖，那是必然的，反正对子孙后代有好处，真的。据我的调查，鄱阳湖现在大约有30,000多条渔船在捕鱼。按照我们80年代做过的这个检测，鄱阳湖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只能容纳8000条渔船捕鱼。过去渔民是靠这个有限的渔业资源呢，解决温饱问题，可能勉勉强强。但是要现在用这种有限的资源呢，来跟大家一起同步奔小康的话，这个资源是存在不了的。那么我们提到资源是一个合理利用的一个度。从2002年起的春季禁渔，到2020年的全面禁渔，保护鄱阳湖已成为全民共识。湖南岳阳，位于洞庭湖之滨，锦衣长江，江湖交汇，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宋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对洞庭湖的描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可谓脍炙人口。洞庭湖之名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因湖中洞庭山而得名。洞庭湖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但在自然和人为活动的双重作用下，近百年来它的面积逐渐萎缩。李月龙，洞庭湖志的主编，他将洞庭湖看作长江这条母亲河的长子。如今的长子早已不复当年800里的壮美景象，人类的肆意开发又给他添了百孔千疮。从楚国人越过长江向南发展，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实地开发的洞庭湖的模式，就是向水面要粮，向水面索取生活物质。那么这种开发模式一直到我们计划经济的年代，是吧？那就是上下2000年吧，是吧？就是它对洞庭湖的整个水面的萎缩，湖体的萎缩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泥沙淤积，围湖造田，洪涝灾害，竭泽而渔，几乎成了伴随近半个世纪洞庭湖的关键词。长江之肾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人要给水出路，水才给人以活路。那么就是我们现在发展生产，就是不应该以牺牲环境，以牺牲生态作为代价。如果说你不顺应自然条件的话，你要去改造自然，在眼前可以取得一些利益，但是从长远来讲，它必然受到这个自然的净化。何大明是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的会长，协会成员几乎都是当地的渔民，在洞庭湖上义务巡护是他们每天必须要做的工作。江豚它有领地，每个动物都有它的领地，它晚上回来就在那领地休息，在它这个迁徙的这个通道啊，要有安全，没有障碍物，没有非法捕捞，我们就放心了。这是我每天要做的。何大明祖辈三代都是洞庭湖上的渔民，他从8岁起便跟随父亲在洞庭湖捕鱼，亲眼见证了洞庭湖40多年的沧桑变化，眼见着洞庭湖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江豚数量不断减少，何大明他们开始反思渔民作业的方式。是2003年的时候，我在一次捕鱼，发现了一对江豚母子被那个网缠住了，当时我去救了这个小江豚的时候，它在母江豚它不走，他冒着生命危险
就在我身边。我下水救江豚的时候，它来顶我，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很震撼。我说我们还是人，我们是渔民，是吧？啊，江豚都有这种伟大的这种母爱，何况是我们人呢，是吧？在那时候起，我就发誓，我说我用最大的努力，我要来保护我们的母亲湖。从此，何大明和几位渔民自发组成了巡湖队，救助受伤的野生动物，宣传生态保护知识，劝导渔民放弃非法的捕捞手段。十几年的坚持，何大明在当地已颇有名气，去年更被推举为洞庭湖民间总湖长。春尽一丸子，秋收一担鱼。春季禁渔期的洞庭湖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暗涌潜藏。来后，这叫虾笼子，是专门捕龙虾、青虾的工具。一些渔民为了牟利，不惜铤而走险，偷捕行为时有发生。作为一支民间组织，他们并没有执法权，在违法现场，他们能做的只能是口头劝阻，然后举报。还好，渔政部门的执法船正好赶到了。执法人员将把船带回岸边处罚。芦苇荡河道纵横交错，宛如一个巨大的水上迷宫。趁着夜色和地形，偷捕分子和志愿者玩起了游击战。凭着多年的经验，何大明他们决定对这片水域进行一次地毯式搜索。很快，他们就发现了非法捕鱼工具。当地人管这个叫地龙王，又称绝种龙。不论大鱼小鱼虾米，只要钻进去都是有进无出，对水下食物链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来，辛苦了啊。没事，闭手啊。不用，我防护鱼把手搞酸了。小鱼哦，小苗防不胜防，最幸运了，就是来的时候在这放。何大明他们的义举也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不过十四名巡逻员早已签下一份生死状，如有队员在巡逻时遭遇不测，他的家人将由其他的队员照顾。对家人有个交代，是吧？对自己也有个保障。每当我对于你去说，我真的很心疼，因为是吧，他们我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也做得够多的了，是吧？他们没有义务，没有责任要做，是吧？但是他们发自内心，他们有良知，已经做了就是非常不错的了，是不？我说这是没办法。这是自己所做的，这么多年也做到了这么多成绩，看到了洞庭湖的生态恢复。我说我们的梦想快要实现了，这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只要洞庭湖能够恢复到，不管是我小时候，这恢复到洞庭湖的十年前，也够了，是吧？
怎么样？啊，可以吧？一年365天，他们有300天以上是在湖上度过的。他们就是用这种坚韧而又朴素的方式，在洞庭湖竖起民间生态保护的大旗。上世纪50年代，唱遍大江南北的一曲《浏阳河》，将这条秀美的湘江支流带入了人们的视线。走走走，一定要8米长8米宽这样子擦啊！好好好好。当地的农民正在湖南省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释放道明赤眼蜂。这个河好。赤眼蜂是一种专门在昆虫卵内寄生的昆虫天敌，体长不到1毫米，人的肉眼很难察觉。这个是当面。张玉竹是杂交水稻创新团队的核心成员，他主要负责水稻高产高效与绿色生产技术的研究与示范。从2008年起，张玉竹团队开始了道明赤眼蜂的研究。如今通过实验室大量繁育的赤眼蜂已成功地被用来防治各种鳞翅目害虫。在害虫里面藏一个呢，它把害虫的卵杀死，然后它自己就长成赤眼蜂，应该说是很强大的一个新的物种，寄生力很高，实验性很强，它又耐高温又耐低温。湖南省作为我国以水稻为主的产粮大省，水稻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各种作物首位，但一直以来该地区水稻害虫防控仍以化学农药为主，农药使用量居高不下。这个稻田呢，它本身是一个整体有机体，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微生物，就说它实际上也是一座工厂。那么我们大量的化肥使用之后，就导致了土壤微生物这个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科学家发现，农药在杀灭有害生物的同时也杀伤了有益生物，产生了抗药性的害虫在失去了天敌的控制后往往变得更加猖狂。它一般来说以前我们有十斤要素啊，打下去是的苗长得非常非常好，现在后面到12斤15斤甚至20斤有的都效果不怎么样。他就是说这个田间它的利用率也在降低了，所以老百姓他就是说，哎，反正肥料也便宜，他就多打一点没关系。就多打了之后，实际上这肥料去哪了呢？第一部分是挥发了，还有一部分大量的进入了水体，这个导致了这个水体的污染，这是更重要的。在国家大力倡导绿色农业的背景下，水稻生态栽培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张玉竹团队尝试将道明赤眼蜂与蛙类、新型益害虫分离式杀虫灯统一成一个立体模式，最终集成了水稻绿色生产蜂蛙灯技术。这样啊，一个点放1000到2000只，这种幼蛙是比较好的时候，放蝌蚪呢，它在田里面它也比较容易死，你就主要是放在这个，主要放在这个沟里面啊。浏阳市北胜镇边洲村，这里成了首批蜂蛙灯技术示范点。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村主任许松林面临巨大的压力。刚开始做的时候，老百姓都还等着看笑话一样的了，都在跟我讲，背地都在讲我，你看上这个种田的话，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你看到时候是不是绝收啊？一粒谷子都收不到，好像觉得我有点像个傻子一样的。许松林跟村民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湖南省农科院也拿出科研经费，第一年进行免费示范，还是有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那么他搞了1年之后，那他们就不要你再跟他说了，哎，他那个东西真的好。村主任许松林曾仔细算过一笔账，
他将农田收入与支出和过去做了番对比，发现水稻产量虽然比过去低了，但实际收入反而比过去高了三四倍。其原因主要在于有机稻谷的单价可以卖得比较高，另外还有额外的养殖收入。这个事实彻底打消了村民们的顾虑，纷纷站到了有机种植的队伍中。因为水稻，有机水稻种植的话，它不使用化肥，不使用农药的话，它是适合这个泥鳅啊、青蛙呀、鱼啊、龙虾呀、螃蟹啊，适合它们这个生长的。而且它这个生长在下面的话呢，它又可以起到除草的、松土的，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其实都是相互相成的了，在这能够把它的效益都会把它扩展到最大化了。科学家们在推广绿色生态技术的同时，还拓展生态养殖，在培育好稻田生态环境后，最终建立起一种高效立体的种养模式。就必须要，这包括我们的技术人员，啊，这个我们的老百姓，是吧？我们的这个社会团体，这个包括种田大户啊、协会啊等等这些东西，包括政府，要大家一起来，共同来维护，这个东西，我们才能够，啊，做到一片的一片的做。我们也不要求，啊，不强求说，啊，满园开发，这基本上不可能的。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我是。做一片就把一片做好，把一片做成。长江流域诞生了最早的农耕文明，水稻栽培历史悠久。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这里是现今人类所知年代最早的稻作起源地，距今已有10000年。像长江中下游，这是我们传统的商品粮基地，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像鄱阳湖平原、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太湖平原，这个自然给整个长江流域的一种无比的馈赠，就是一座湖，它围绕一座湖，那就是这种水草丰美呀、是吧？鱼米之乡啊，等等。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每年10月至次年3月，鄱阳湖水落滩出，丰富的水生动植物资源吸引大批候鸟来此越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之一，这里栖息的湿地鸟类达300多种，被称为候鸟王国。如果是在长江里面来比的话，哈，和三无多样性自称是独特的。你像白鹤，而且金犀鸟的它只有在鄱阳湖有，你洞庭湖都很少了。全世界大约90%以上的东方白鹳也是在鄱阳湖的越冬，所以呢，这对于一个候鸟完成它的生活史，鄱阳湖的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洞子里村位于鄱阳湖一个不起眼的小岛上，整个村其实只有一户人家。年逾古稀的李春如既是家长、村长，也是一岛之主。恰逢端午节，李春如带着全家老小，遵照着传统民俗过节。李春如都要沿湖步行巡护，观察候鸟的动向，过节也不例外。在他手里救活的候鸟已经有数万只了，当地人都亲切地称他为候鸟医生。有病发症有的，记录俺的也有好，有记录有记录，安龙俺的没有，安龙俺的没有，俺的没有安龙，这种的有，很漂亮，很漂亮。它前面的尾巴是黑的，中间是黄黄的，你这白鹭的，李春如家屋后的小山正栖息着数万只候鸟。鄱阳湖的候鸟
不仅数量多，越冬栖息时间长，而且以多种世所罕见的珍禽而举世闻名。这山上这种全部是鸟，我这个夏候鸟、大鸟、小鸟摘来接近50000了，现在。这个鸟仔啊，像吃四个剩下一个的都没有走，这是极懒的鸟，苍鹭，极懒的，它不愿意走，它要让妈妈、爸爸妈妈给它喂食，这就留一个鸟。现在它瘦下去了，将来把它留在外边，它叫它喂食给它吃。自小在鄱阳湖边看着候鸟长大的李春如，对候鸟有着特别的感情。在过去，当地常常有猎杀候鸟的事情发生，这让爱鸟如命的李春如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这个3月份、4月份，这两个鸟要常去走。现在没有了，现在他们不敢偷了，这个鸟都大了，他偷不了。他主要是留鸟滩，这个鸟带走带不走，叫噻。这个鸟蛋的带走孵化卖给别人，几包那个。对于候鸟来说，危险不光来自盗猎分子，有时极端恶劣的自然天气也会对它们造成伤害。昨夜刚下过一场暴雨，这让李春如很是担心。已经倒掉了，啊，倒掉了，不要紧吗？它等一下，掉下来了。你看呢、啊？里边，满鸟做一点好，做一点好。落下来一个桌头，招呼叫下哈。这叫中喷路，我再带回医院检查。带回医院检查吗？啊，对对对。2013年2月，在众多爱鸟人士的资助下，李春如成立了中国首家候鸟救治医院。虽然整个医院现在只有他和志愿者徐小华两个人，在外人眼里设施也颇为简陋，但李春如已经非常满意了。这里好，这里，这个咋都没有力，这个咋子上了？这个不行。李春如给这个受伤的小家伙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后，决定再注射一针抗生素，防止感染。从这样打鸟不能打这一只，打这一只就不行，吃不消。一定一帮闯个。李春如早年曾当过医生，算起来他从事候鸟救护工作已经长达37年了。治疗人或治疗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有个穹隆的基因，是什么？热血龙，是吧？虽然它的解剖生理跟人不一样，但是它的发病机制、病理变态、传播路径是一样的。所以我是个人医师，现在变成鸟医师了。随便看一下都可以。这里是给受伤的候鸟们特制的病床，他们将在这里等待伤愈放飞。它这个两边的嘴巴空了，空了。如果全部掉下来，像我这样都是我喂点鱼给它吃。这只鸟相当人的200多岁了，它是高龄啊，高龄老人。李春如有个习惯，那就是为每只他救治过的候鸟写病历，病历上检查体征、医嘱记录，甚至出院小结等应有尽有，丝毫不逊于正常医院的诊疗记录。每天的巡护虽然枯燥，但李春如眼中的护鸟生活却诗意盎然。我是先喜欢鸟，后喜欢吃。你看，春红火场路向草，
夏日荷花鸟歌谣，这么多荷花，这么多鸟。秋凉旧黄闻燕语，冬寒笑飘贺书腰。这就是鄱阳湖的诗情诗景。这么多年来，李春如写下了一千来首诗，都是对人鸟和谐景象的描绘与讴歌。在那方纯净的精神世界里，有湖光潋滟，万鸟欢腾，有离恨孤愁，思鸟心切。他用诗歌的浪漫打造出一份独有的鄱湖风情。山上芦笙下的湖里要秋冬，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至于我今后的打算，但愿能常在候鸟记一生。洞庭湖湿地是候鸟、麋鹿、江豚等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过去由于长期承卸工农业废水、生活污水，洞庭湖湿地水体受到污染，生态系统负营养化现象一度非常严重，危及了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在广袤的洞庭湖区深处，有一群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者，他们扎根洞庭湖湿地近十年，为保护洞庭湖区的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把脉诊疗。来，等一下，把水放干。好，哎，再搞搞的，我们放下去了，不放下就不行了嘞。这盆草坏掉了。这还一株，这个是什么？这一个是银子菜。这个外界的水的环境啊，对纯水植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一种植物的话呢，如果水质不好，这种植物就基本消失了。这苦草，苦草是吧？苦草嘞。湖泊中丰富的水生沉水植物，素有水下森林的美誉。它们对于净化湖水、保护生物多样性都极其重要。然而，这些沉水植物会随着湖泊富营养化进程发生衰退甚至消失的现象，因此它们的出现与否往往被看作水质是否改善的重要依据。周边的这样大小溪湖原来长满了沉水植物的，过几年之后一棵都没有了，就是原来有大面积沉水植物分布的地方现在都没有了。那么由此所带过来的要以沉水植物为食的候鸟就慢慢不来了。从2009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在洞庭湖区建立了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为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的修复提供科研技术支持。在谢永红看来，洞庭湖生态系统修复是一个系统工程，他的团队必须补上其中重要的一环，修复洞庭湖水下森林。会养殖这里原来就是一个化粪池，对，污水池，就是船夫拉钩的地方。其实它这里面的污水很多的，这泥巴都是黑的。水生植物一般分为停水植物、浮叶植物和沉水植物等。科学家根据水体水质，有针对性地搭配水生植物，有效增强了治污能力。比如水葱，污水净化能力强大。花叶芦竹，可以有效去除水体中的氮磷等污染物。浮萍，能大量吸收废水中的重金属元素。而苦草则能有效抑制浮游藻类的生长。通过慢慢的处理，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健康生态系统的一个水平，应该说是恢复的还算比较好，因为水也很清。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科
科学家让多年未见的水下森林景观得以重现。2017年，湖南省还相继开展了沟渠塘坝清淤、禽畜养殖污染整治、河湖网围养殖清理等五大专项行动。如今，洞庭湖湖区的水质已经得到了显著改善。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江南之美，太湖尤甚。太湖之美，美在湖水。然而，太湖的蓝藻让人触目惊心。每年夏季，仅在江苏省无锡市，每天就有超过千人专职打捞蓝藻。事实上，从2007年太湖蓝藻爆发到2017年的十年间，江苏省为治理太湖水质投入资金超过1000亿元。主要是小化工、小电镀，啊，这样一些企业，上万家，对于一些没有治理措施或者治理措施不健全的，毫不留情，坚决关闭。不管你能赚多少钱，能产生多少的 GDP， 都统一关掉。一定要带动整个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来做，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所以我们一直把政府、企业、公众这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模式叫做一个环境三角。随着十年太湖治理，一批生态文明建设新制度、新方法应运而生。当下风行全国的河长制就发源于太湖治理。你看看这边有好多好多小鱼呢。吴满堂，湖州长兴县主山村党支部书记，河长制的首创者。作为主山村内6条河道的大家长，村支书吴满堂常年保持着每周二巡河的习惯。在巡河的当中呢，比如说你发现问题，或者水质好，这个我们马上把那个照片拍下来之后啊，就可以上传，哎，上报到县级河长，通知那个专职保洁员或者清淹志愿者来清理。车主岗长约3000米，当初为了河道治理，县政府在2003年效仿路长制，建立了河长制。对这一新生事物，一开始主山村的村民并不理解，认为这是搞形式主义。你这样子跑有什么用？你这样子跑，天天跑，能坚持多久？这个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三分治，七分管。经过15年的时间，在历任河长的共同努力下，当初污水横流、蚊蝇滋生的状况成为过往，主山村又回到了很多人记忆中清秀的模样。老百姓看到了实在，那个水真的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尝到了甜头。以前人家往城里跑，现在城里人往乡下跑。如今护水已经不仅仅是村干部的事情，主山村不少年轻人自发组成了河小青志愿者队伍。他们深知只有人人参与治污，才能使绿水长流。绿水青山呢，要永远保持下去，永远的守护好，这就是我们主山村人所有的愿望和幸福感。如今湖州已建成市县两级河长制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了巡河轨迹实时化、巡河记录可追溯、巡河日志电子化。河长制也从太湖走向了全国。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2017年元旦，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特别强调，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长江，这条神奇的长河，不仅拥有万里流域，更拥有万里画廊，不仅具有瑰丽的景象，更滋养着生生不息的生活。一条江托起一个民族，一片湖安定千万民生。江湖是家园，是乡愁，也是归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江湖协调，江湖两立，就是新时代的江湖关系。